成员素稿。此事扰不避其人设翻车，粉无孕女一转孤注还不回。接下来，我们马上通过 AI 也不能播出每一天报新闻给大家听的中文新闻节目《百秒 AI 报》要跟大家见面了。从下个星期8月16号开始，每天6:00在台湾开播，只用100秒的话就可以让大家快速掌握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了。那《百秒 AI 报》由新闻报报看主播陈欣怡和热点网站站主吴美云 AI 克隆人吴玉如播报。这个语言特别定制由 AI 声音主播李林开始自主经营，以全球面孔和声音跟观众见面，替我们首星期一《百秒 AI 报》的首播啦。好了，给大家预告一下，今天的新闻播报。Thank you.
剧本。